实现我哋梦想嘅，准备，一、二、三。多謝大家今天的來臨，雖然有些雨，不過呢這些雨呢更加證明了大家的愛心和這個的善心的，前前我一個夢想到現在都在行的，我希望呢在我退休的時候呢，我可以行遍中國不同的地方，見到我資助的學生，可以跟他們一起去聊聊天，跟他們去交流一下，鼓勵一下他們，也都可以，這個就是我的夢想，希望我的夢想呢都靠著大家的支持能夠可以實現。今次我們請到一位朋友呢，六歲開始就已經得到華妙會的資助啦，咁完成了一個小學和一個職業的課程，他現在的專業呢就是一位會計來的，不如我們請青雲上來跟我們聊聊兩句。其實是很感謝華妙會一直以來的幫助，如果不是華妙會的話，可能我都不可以完成我的學業。華妙會不單止是給了我物質上的支持，還有就是最重要的是精神上。現在我就出了來做事了，但是我都希望在以後的日子當中，工作的當中有時間，我都願意將我多餘的時間去為華妙會去做這個義工。